你要对着亮光看，你那边看不好看，我这边看就好看。我这边也能看到的。你这边还是对，这边高一点还是对。高一点，还要底下去一点。现在差不多了。是加速台湾压力。这弹簧都没碰到吧，底下。你如果重的话，声音，对，声音很明显，咣的一下尖叫声的。这样可以了吧？也可以了。然后换一下那个中折，对，两边折，对。换掉好像就基本上给它好像恢复到好像它出厂的状态了，是吧？喂，喂。哎，我们可能用你这个稍微试一下好吧，我就。